小泡泡，你都几天没吃饭了呀？这是我跑了好远的地方，好不容易才抓到的。哎，吃吧，乖，好不好吃？好吃的话，爸爸再给你去抓。真乖，慢点吃。太阳出来了，马上开网了。海上看日出，不一样的感觉啊。风有点大，有点冷。一会儿过来看我，看我直播喽。哎，不，兄弟姐妹们，今天刚到海边啊，就发现有点饿了，拿起我的喷火枪，找了个一块石头，上面寄居着好多的大生蚝，就是一顿烤，味道那个鲜的，都馋哭了好几对情侣了。人家今天别的小姑娘都收了好多鲜花，我这个小丑蛋就要一个双击就可以了。关注看直播赶海喽，朋友们，这种鱼没有心脏，也没有肺部啊，看不着这成群结队的啊，没心没肺，谁愿跟他做朋友？啊，这种鱼天敌比较少，因为他们都看不着它。如果你们第一次看过这种鱼，请给个双击啊！算了，要双击也没人给，这辈子都得不到你们的双击。关注我，咱们马上直播。在我们海边，初一和十五这几天呀，是海边退大潮。退大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海水退得特别深，退得特别深的情况下呢，就带着这个路索到海的里面去淘一下啊，收获是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满沙滩的小香螺，喜欢赶海老铁记得双击关注我，来看直播。